兄姐妹早晨，咁就再次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今日呢个清晨听主话嘅时间。咁我哋呢个66天学习主的话就已经嚟到呢个第25日啦。咁我哋今日唱嘅诗歌咧就叫做神啊你在哪儿，咁就配合翻我哋今日呢、这个耶利米哀歌嘅信息啦。咁我哋知道即系喺祷告入边，我哋有赞美、认罪、感恩、祈求。咁我哋生命如果走到绝处嘅时候，我哋去哀哭又得唔得咧？咁我哋耶利米哀歌就教咗我哋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哋属灵生命嘅成熟嘅指标，除咗系你平时翻几多少时间系去祷告以外，咁仲有我哋即系当我哋喺绝处嘅时候，我哋愿唔愿意系将祷告系喺神面前系向佢呼求？咁特别系我哋真系讲到系藉住呢啲嘅时候，绝望嘅时候去祷告嘅时候，咁其实证明咗一点就系我哋环境好绝望，但系我哋对神系冇绝望。咁就盼望呢首诗歌能够去成为我哋嘅提醒。咁我哋唱呢首诗歌一次。的天为何总下着雨？遥望长空，神啊，你在哪儿？如若这匆匆生命真有丰盛意义，何以要面对沉痛失意？我的心将迷失在绝处，前路无光，神啊你在哪儿？难道这一生仿佛只有不幸际遇？神啊你便要无言不语。我没法控制狂风的方向，也未能知晓那日方可重见艳阳，但我知主的手总会守在我旁，前景虽晦暗，信念未摇晃。我没法掌管潮水的升降，也未能阻挡遍地冰霜随处跌宕，但我知主恩典足够克服海浪，无力的心可变坚壮。我的心将迷失在绝处，前路无光，神啊你在哪儿？难道这一生仿佛只有不幸际遇？神啊你必要无言不语。法控制狂风的方向，也未能知晓那日方可重见艳阳，但我知主的手总会守在我旁，前景虽晦暗，信念未摇晃。我没法掌管潮水的升降，也未能阻挡遍地冰霜随处跌宕，但我知主恩典足够克服海浪，无力的心可变坚壮。我没法控制狂风的方向，也未能知晓那日方可重见艳阳，
但我知主的手总会守在我旁，前景虽灰暗，信念未摇晃，我没法掌管潮水的声浪，也未能阻挡遍地冰霜随处跌宕，但我知主恩典足够克服海浪，无力的心可变坚壮，无力的心可变坚壮。好，唱诗的时间就到这里，将时间交给林牧师。一起来看的就是一个很短的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当是耶路撒冷被圣殿被夷平之后，耶路撒冷那些凄凉的境况，然后是耶利米就将他看到的来到描述。所以呢，在这里呢，本来呢开始的几章呢都是很凄凉，讲到是怎样样是见到一些可怜的情况。但在中间呢，他突然呢他就想起神的慈爱，所以呢他就开始有盼望，开始呢是悔改祷告。所以基本上虽然这卷书很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进程，就是由悲伤思想，然后开始想念，不是再看到自己目前的苦境，而是开始想到神的时候就开始有盼望，然后就来到神面前代表全民来到悔改，然后向神来到祷告，是求神是继续的是带领他们。这个是一个罪人在悲动中的哀哭，亦是一个回心转意是归向神的一个五步曲。所以呢是给我们是任何一个人，当我们是遇到神的管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面对的一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的进程，或者甚至是一个是公式，是我们悲伤，我们思想，我们仰望神，然后要悔改向神祷告。那我们今天就特别看其中有几段的说话，这几段说话呢是影响很大，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时时都会听到他说的。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那里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恩尘和苦胆的困苦责迫，就他将照自己的苦情是来到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他说我心想念我现在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在我里面忧闷。但是呢他亦说想起的时候呢，心里他就有指望，因为他不单单只是看目前的苦境，他更是思想到神是仍然的不变，是与他同在，并且神的属性亦永远的不变。虽然神是会审判会管教，但是神仍然是有恩典有慈爱，正如他是讲到话在二十二节，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我们是不至于断绝。边说我们全部就没晒啦，但起码都还有一些人是留在这里。神的恩典证实了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相信说虽然神人会有公义，有审判，有管教，但是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神的诚实是极其广大。我们因为相信这个诚实，所以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知道是管教惩罚会过去，我们悔改认罪之后，神会再次的施怜悯给我们。
所以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我心里面要是认定神是我们的神，是然后呢我们要专心来到仰望，虽然他是曾经是试过审判和是责打我们。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里特别一个可圈可点的，就是我们要等候和寻求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是有这个信心来到 是慢慢的来到等候。我们希望好像最好我现在祈了祷，神就立刻就给一个神迹我。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经过好多年的祷告，最终会发觉原来祷告是得了应允。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个救恩可以讲是话是拯救的意思，等他施恩给我们。咁然后呢，亦想到呢，人喺幼年负轭系好嘅。好多时候中国人亦有一句说话话：你幼年得志大不幸。有阵时后生嘅时候太过，即系一个有成功啦，变咗嚟得太容易呢。好多时候呢系变咗冇办法锻炼一个人嘅性格。所以人呢应当点啊？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佢身上。这个就使我们看到约伯当他最后是被神所回答，是旋风中回答之后，他说呢，我怎么样，我在你面前呢是污口，甚至呢我坐在是炉灰中的懊悔。这个因为当是不是说只是在困难中向神来到是抗议或者是诉苦情，而是呢应该来到神面前谦卑自己。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即是他呢是接受，是觉得知道我们是应当受罚。其实这个亦使我们看到是那个是巴比伦灭了是耶路撒冷之后，那些的先知，那些属灵的人，每一个在他们祈祷之中，他们都怎样认罪，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因为祖先他们犯罪，因为列王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自己那代人犯罪，所以他们受到神的惩戒。所以他们每一个是向神来到说，为什么你要是责打我们，而是时时的他们谦恭的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求神怜悯。所以就是这个的精神，是讲到一个人是遇到困难，他坐在那里，然后最后他是俯伏在地上，是就有一个是领受责打，但是仰望神要施恩给他。因为为什么呢？相信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好像诗篇亦有一篇入面有一句说话，话在诗篇九十篇就讲话，求你是照我们遭难的年岁来到施恩给我们。不错，神是责打，神是管教，神是使我们是受苦，但是神亦仍然的是会施恩，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庄子入面有一句说话，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咒诅。即系意思话咧，天地系冇感情嘅，只系咧系将万物咧都当做系咧喺丧礼入边系要烧嘅嗰啲指责嘅狗一样。咒狗就系咒子嗰种造成嘅狗。咁但系咧就点样咧？但系佢话咧系即系一个我哋相信系神咧系即系一个希望人受苦，当他受要人受苦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这里。他使人忧愁是因为怎样呢？他要人悔改认罪，来到他面前呢，再一次是能够得着他的慈爱怜悯和恩典。人将世上被囚的存在或者压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重视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就看到是
即係有一個人與人之間嘅哈霸，係顛倒是非、枉屈正直咧，都係神所唔喜悅嘅。但係咧，係亦話，除非主命定咧，誰能説成就咧？其實一切都喺神嘅掌控之中。其實就算嗰啲眼前見到嘅事，唔係使人歡喜，係覺得係神係發怒啦，咁其實都係神都係掌控緊一切嘅。祸福不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这个就是那种信心就很超越了。当时可能他会觉得一切都出于尼布甲尼撒王的口，但是怎样，其实他看不是的。但是其实甚至一个极权的统治者，不过只是手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最终呢，是谁在这里话事呢？是仍然是神在这里掌权，神是话事。所以祸福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他就是什么认罪，觉得我们是应该受罚，所以我们要仰望神，要向他悔改。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这句说话就是很宝贵的。或在困难当中，不是只是向神怨天尤人，或者说为什么你使我无辜受苦，乃是来到神面前，是思想自己的行为，是愿意认罪悔改，再一次的来到信靠神，归向耶和华。其实但以理他心虽然在皇宫里面，但是当他是看到耶利米的书话会有70年的流放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禁食祈祷，亦是同样的这样的精神。他是思想他自己那一代人和列祖的行为，然后呢向神认罪，再次的来到信靠神。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背逆你并不赦免。我们是需要向神来到继续的祈求，求他是恩典的怜悯。所以说呢，当我们犯罪背逆的时候呢，神会惩罚。但当我们是回归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期盼神会再一次按照他的慈爱来到施怜悯。所以每一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都是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其实中国人的诗篇里面也有诗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好像不知道是诗经的话，是易经里面讲话是什么，每日都是更新的，是九日新，日日新，是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特别这一章里面的那些的说话呢，认罪悔改归向神，并且向神来到恳求，相信他的信实和慈爱，是一个人在困苦中的盼望。我们所以呢有一首诗歌呢，就大家很熟悉的，也变成是大家时时唱的，就是呢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心事
让我们一起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没有让我们继续的是来到任凭我们在罪中来到是行自己的道路，你会伸手是来到管教，你会是惩罚。但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会赦免，你会是更新，你会再一次的是施怜悯给我们，因为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我们今天是特别的向你来到祷告，求主你自己施恩。我们是知道疫情已经有两年，我们亦求主你怜悯在世界各地一些信主的是有属灵看见的人所作的认罪所做的祷告，求主是使我们再次得着更新，再一次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亦求你是特别的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如果我们需要更新需要你的恩赐，求主你就赐下，你使我们能够是正如耶利米先知这样在神面前是省察自己，愿意是来到悔改，愿意是来到顺靠你，向你仰望，因为你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你掌管是世界上每一件事。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耶稣说，甚至一只麻雀如果是不得着天父的应许都不会掉在地上，甚至我们每一根的头发我们的天父都已经数过，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可以是信靠来到仰望，我们一切的忧愁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顾虑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多谢你使到我们在人生中有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可以顺靠，也求主是使我们每一个周末都能够过得充实，让我们愿意来到亲近主，来到顺靠主，来到敬拜主。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多谢大家，我们是礼拜日见。大牧师，多谢阿 Ken， 多谢牧师，多谢 Ken。好，礼拜日见啦，拜拜。